歌手初选第一人现在继续。十二个 fit 行为即将满员，冲刺之战一触即发。就是跟我预想的是差不多的，我非常喜欢，非常喜欢。全都没位置，张颖还有一个位置，还有吗？还有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要紧张起来了。我跟你说，到我的时候，他们基本上都满了。大家都在争取一个机会。这跟我接下来的一些方向稍微有一些些不一样。但我真的是觉得刚刚那首歌超级美，超级美。希望之后有机会能合作。下一组电艺人，让我们有请杨振龙 The Master A。 哇，来了来了 OG。 他其实算是真 OG， 真的教父，教父，第一个把电子音乐他拉向了主流的这样的一个人，杨振龙老师。他放的每一首歌都是我小时候听，真的是那个年纪，我一下子我脑子里的画面就回来了。我会觉得那个温和度刚刚好，真的有很舒服的，有一点轻微的海风的感觉。由于十二个 fit 席位全部坐满，下面触发点杀赛。 Hello Hello， 听得到吗？我选择我要点杀啊！好玩了，好玩了，真的好玩了。我想，我犹豫了，我其实也不太知道是谁更合适。怎么是我呢 ？Thank you。哇，他们那边要跳一个。还要替人类，给我一点点时间。我觉得你应该已经有选择。我也觉得。有请 YBeat。我现在想点杀的歌手是这一场电量最高的那一位。慕斯的演出就是一首特别初级的 Reggae， 就这种水平的东西。你站的是真正电子音乐人的位置。Boss， 我来挑战你了。